男女之间是什么？男女之间对我来说，这个是你的理想。你对男女之间的事怎么看？男女之间是小爱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是要为世间的大爱去修行的。想吃吗？我不想。你心里想吃，嘴上却说不吃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刘碧雪。他们两个的这种感情，其实是在我读剧本的时候我就很感动。啊！被我抓到了！你看你那么紧张我，你还说你不承认你爱我，我太好了！我这样子为你付出，然后你还不愿意接受我的爱，那你越冷静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心是越痛的。我要就是那样的，我为的是大爱，男女之间想情想爱，我不会去想。我也是驱魔人，我明白的。我也是除魔儿，我理解的。但是我有个小理想，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，跟他一起组织家庭，生个小宝贝，然后简简单单的过生活。那个人就是你。难道这是上天的？